网上和粉丝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。他21日凌晨则晒出一张自拍照，坦言外貌时隔十年再度出现变化，并回到家后还一度照了很久的镜子，笑说是自己都无法接受的程度。结果仔细一看，会发现原来周扬青跑去接发，已经十年没接过发的他，忽然心血来潮去接发，直接变成深色长发造型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，他从金发变回气质的深色发色，搭配上精致的妆容，让他整个人回春不少，看起来就像大学生一样，相当清纯可爱。还有粉丝笑说，还以为是十年前的旧照。周扬青看了则回应，其实他是想看起来成熟稳重才接的，但被网友称赞看起来很年轻，也觉得没事，挺好的。you